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络电视。球里代表大家晚上好，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华州楚会对于我们福建的访问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这个座谈会，以讨论交流统一台湾，反对台独，坚持一个强大的中国，也是我们海内外同胞多年来的梦想。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爱国的侨领代表，大家都希望九月能够把台湾回归中国，也是我们海内外一起努力的目标。我就在这里主任来访西雅图的福建领导团能够完完成功，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大家。衷心的感谢各位的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今天一下飞机啊，实际上我就感受到了和会长一起的深情的厚谊啊，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乡情。今天特别是陆会长这么精心的安排，这么一场大家的一个相聚啊，像刚才陆会长介绍的情况看，我们已经是一个中国统一大家庭的每一份子都有参与的，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啊。这个来自各个方面，因为今天是西雅图的中国和平和中国统一促进会啊，牵头组织的这么一个招待会，我想借这个机会啊，也表达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个呢，这个我们此行的目的啊，要给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在。这次出访申请之前呢，我们是叫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但是这个出访批下来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经过改革了，现在我们已经叫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就是把港、香港、澳门的工作也整合进来了，所以我现在是应该是以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一个副主任的身份给大家报告。这次我们出行的这个出访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给美国西海岸的这几个地方的这个统一促进会的各位前辈同仁建立沟通联系的渠道。刚才陆会长讲了，我们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个代表团，2016年曾经来过西雅图。我想我们今年再次来了。确实是因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啊，大家都知道台湾刚刚这个11月24号结束的这个地方选举，这个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大获全胜，各位应该都掌握了，台湾22个县市，这个国民党拿下了15个县市，这表明一种什么样的民意呢？就是当前台湾民进党当局所主导的两岸政策在台湾不得人心啊，所以说这个因为一种民意的变化导致了，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岸关系更迎来了一种应该说新的一种发展的一种机遇。所以我们这次来将跟这个西海岸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统一促进会的各位建立一种沟通联系的渠道，我们能够经常交流信息，互通有无，
而且能够常来常往，能够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觉得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想给大家也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新福建，新福建。这个在座的有福建的乡亲啊，也有很多不是福建的这个乡亲。在福建省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习近平主席工作过17年半的地方啊，这个在是也是中国大陆离台湾最近的一个省份。我们全省土地面积12.4万平方公里，人口3900万，去年的 GDP 是3.25万亿人民币，这个概念大概是台湾的85%，人均 GDP 呢大概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陆续排在第六。那特别这个是因为习主席关系，这李豪先生。尊敬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经济处处长韦敏帝先生，以及各位侨领、各位朋友、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我们因历史的缘故分别了多年，我们一直都在为祖国和平统一不懈的努力。大陆同胞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时我们更加惦念台湾同胞。就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民主复兴道路上台湾同胞不应该缺席，也绝对不会缺席。只要我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祖国的和平统一就能实现，也必须要实现。我的祖籍在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对台湾同胞有着深深的情缘。我愿为大中华统一大业做出努力与奉献，谢谢大家。我出生，那我的父亲是河北人，我的母亲是浙江人，所以说我是这个台湾人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外省第二代。那我目前呢，在西雅图有待了10几年的时间，那我也是从零开始。我做的生意是有关运输方面，所以说像小林会长跟这个餐馆的老板都是我的客户。那我出口的这个海鲜到中国大陆大概是占了西雅图1/2的量以上。那生意来讲的话是算是还不错啊，但是生意归生意，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说小林跟我谈到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也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侨委会的一个促进委员。那当然，就像小林刚刚讲的，跟领导们所提到的，这个中国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我是非常认同，我就是中国人，那我是台湾出生的，所以说我的父亲也是个军人退休。那相对的，我认为这一次国民不是，事实上我觉得整个的这个人民的一个权力的生态改变，是因为为什么促成？因为民进党不好，做得不好。那什么人做得好？事实上是默默无闻的人做得好。对，不是国民党做得好。我的一家是国民党世家，我也认同中华民国，可是我认为国民党做得不好。这一次选举里面，事实上不是国民党胜，对不起，我可能有点，我只是说以我一个台湾人的立场来讲，这是反对国民党胜，反对民进党胜。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就是说这一次不是国民党胜，而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民进党对人民、对台湾、对中国的态度，而造成了一种反向，大家都希望过好日子，不希望过不好的日子。就像中国大陆在文革的时候，大家日子不好过，这是事实。那现在大家都希望过好日子，对不对？所以说，
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一个中国的架构下，我的生意跟大陆之间来来往往，我每一年来往大陆也好几次，所以说，而且还要让他们自己买火车票、上火车，很重要啊，没有我们要钱买火车票，就很重要啊。那我们啊，就是说。那十多年啊，20多年前啊，我们跟这个华师政府啊谈起了这个事情，华师政府就成了来对这个事情说应该怎么样做。那我当时的提议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就做一个孩子，在这个经验下，他们是反三，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做一个牌子没什么用，大家看了觉得就算了。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来讲，跟大家去啊讲这个历史。所以就把市议会都通过了，就建立了这个中国公园。那中国加拿大友好协会，并代表海峡三地中美促进会作为主席，欢迎宋自强等同志来华盛顿州或西雅图啊，考察了解。我希望在美国的华人，不管是台湾也好，大陆也好，海峡三地、港澳也好，都必须遵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忠孝诚信、求实创新、团结奋进，使人民幸福快乐。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海峡的统一。只有祖国的繁荣、民主、法治的建设完善，台湾统一是一句话。谢谢各位。